上午，部长乡长张建国、嘉义行善团理事长林桃花等人带领公所、嘉义行善团员以及六地寮地区的乡亲，一同为人为人德两座新桥举行通车检查仪式。工程检查开始。这两条桥来完成了后，哦，变成吼，咱这个中兴村、甲信平寮、甲六地寮啊，这个农作物哦，袂得搁受到灾殃，啊嘛袂搁来淹水啊，非常感谢咱嘉义行善团啊来做遮多的功德。嘉义行善团表示，虽然时间的过程动作迅速，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兴建完成。但是因果团到今年才举行社土通行的典礼。啊，伫五月阮动土了后，到六月阮就完成啊。啊，因为这个期间呢，啊有一挂工作上，阮伫外围伫做，所以袂当讲直接就赶紧来通行安尼。所以甲看甲今日呢，啊拄啊两时节日啊拄啊两年的中间来才举行这个啊社土的这个典礼。为了要解决淹水影响龙山运输的问题，施工单位以铁管桥梁地座的方式来兴建，并且嘛大大延长桥梁使用的年限。这个桥，阮做个迄个水泥的磅数，啊，甲阮的迄个石瓦的清气度，甲方面嘞，应该呐来使用上吼，甲估计差不多有50吨啦。最后，伫详细限水的引导之下，全体证人举行通车启用的仪式。并且社土上神祈求合境平安顺遂。三敬礼，典礼圆满，仁德桥永固存在。同时祝福在场各位身体健康，家庭美满，事业顺利。议会乡亲也纷纷簇拥主办单位准备的平安饼，吃平安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